反正以后就是我的天下了，以后就没一头热的时候就是我的天下。对啊，不可能，以后不可能那么多人，就这样而已。搞到明天更多，就周末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明天不上班啊。哦，对哈、哦。所以才会进。可是我觉得以后当下都一头热的时候，进到别人，不要讲到我。对啊，但这个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精彩了。嗯。